刀子面，我想吃辣条。哎，我还有一包，走，我请你吃。走。好嘞。哎呀，老马，拿个辣片。自己拿吧。来，一柳给你吃。来，你也吃。谢谢妞妞。可是我也想吃这个小桃子。可是我没钱了呀。哎。小桃子呀。真好吃。可以给我吃一个吗？给钱，没钱一边去。哼，小气鬼，不吃了。哎，妮妮，等等我。馋死你。小卖部开门了。老板，你这小桃子咋卖的？小桃子两毛。哎呀，今天咋这么便宜呢？拿一包。一共六毛，还差四毛呢。不是两毛吗？怎么坐地起价？你这个老板真不厚道。没有啊，我说两毛，加起来一共六毛。哦，你这样说的话，我就明白了，没毛病。给你，再找我两毛吧。咦，学得挺快嘛，那就不收你钱了呗。这还差不多。走了哈。欢迎下次再来啊。遇到对手了。小卖部开门了哈。老板，出个龙珠。哎，妞妞，还差一毛呢。哎呀，你当家大义的，不差这一点。我差，再给一毛。小气鬼，再给你一毛。中。哎呀，中了个36号，老马，过对了吧？哦，36号，我给你看看哈。38、37，哦，36在这里呢。给妞妞。就这一丢丢呀，老马能请我吃一包小螃蟹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给，拿去吃。就给一个。都不够塞，放了呢。老马，你这小子咋卖的呀？小桃子2块。抢钱呢，这么贵，别人才卖5毛。我这个小卖部在咱村里是最繁华的地段，房租你交啊，水电费你给啊，这不都是钱吗？哦，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，2块都少了，应该卖20。20？拉倒吧，谁买呀？你能卖出去，我一分都不要，都归你。卖不出去，你给我10块就管。这是你说的哈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回家啊。你不帮我卖桃子了吗？哦，我买了，卖出去的钱都归我，走了。哎呀，被套路了。听说这玩意儿很辣，我不信，挑战一下。啊，真辣！啊，太辣了！哎，老板，你这吃的啥呀？通心棒呀，可辣了！辣算了，我不能吃辣的。啊 ！A few moments later。哎，老马，你这个辣条看起来不错嘛？对呀，可好吃了。这个辣不辣呀？不辣，一点也不辣。不辣的辣条，那还叫辣条吗？算了，不买了。啊，辣也不买，不辣也不买。哎，算了，不买了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小螃蟹咋卖的？怎么又是你？5毛。哦，哎，你这小螃蟹怎么死了？这是熟的，还能跳起来呀？哦，熟的，但是里面是钩子还挣的。我哪知道？哎，你到底买不买呀？哎，你这老板急啥？我得问清楚吧。你这小螃蟹是海里的吗？当然是海里的呀。那你出海证明吧。那我还得一个一个的给你办证明呗。没有，你是来捣乱的吧？没证明啊。那就这样吧。哎，老板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问吗？我可以不买吗？啊，合着你逗我玩呢？不是，我害怕这里面有科技和狠活，不敢买。走了，快走，这都是啥人嘛？
小卖部开门了哈。哎，妞妞啊，怎么了？他在学校被同学打了。他们为啥打你啊？他们找我要保护费，我不给他们，他们就打我了。哎呀，太过分了！不要怕，以后我来保护你们。真的吗，莎姐姐？当然了，你们先交点保护费。啊，我只有5毛，我有1块。哎呀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走，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谢莎姐姐。哎呀，这玩意真上头。老板，拿把小螃蟹。哟，孩子王来了，自己拿吧。一人一个。准备开始。哎，老板，拿把小螃蟹。还是一人一个。开始。好，走吧。就这样。哎呀，小螃蟹能吃多少？这臭娘们真小气。小卖部开门了。哎呀，这小卖部生意真难做，一个顾客也没有。妞妞，我拿把小桃子。小桃子给你吃吧，不要钱。这不太好吧。那拿把小螃蟹多少钱啊，姐姐？你的5毛，你不请我吃吗？我为什么要请你吃？付钱，付钱。哎，那行吧，给你。走吧，走吧。麦总黑，开张啊！小卖部开门了。老马，我最近胃口不好，老想吃酸的，能不能给我介绍一款酸的零食吃啊？那就尝尝我们家这个一口酸吧。哎呀，太酸了！这个我吃过，一点也不酸。老板，把你店最酸的给我拿出来。那就尝尝这个秀豆吧，不酸不要钱。这个是你说的。啊，爷爷们，服服。哎呀，这家伙是吃醋长大的呀！我尝个。哎呀，太酸了！小卖部开门了。哎呀，真上头！哎，老板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我都说了好几遍了，老马下岗了，现在小卖部是我的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老马让你看店的。哎，行吧，我就是看店的。你想吃啥？哎，我看看。哎，那我拿回来你买呀。走了。哎，你还没给钱呢。给啥钱？你还欠我的呢，就当从里面扣了。一码归一码，哎，这小卖部生意真难做。哎呀，大头苗，你怎么了？他今天考试没及格，被他妈妈打了。啊，这样啊？不哭不哭，来，叔叔送你一包小桃子吃。谢谢老板叔叔。真好吃。老板，再给我拿个小螃蟹。哎呀，大聪明，今天就不收你钱了，拿去吃吧。那好吧。来，这个我哥，我请你吃小螃蟹。谢谢大聪明。杨哥哥，好吃吧？ Very good。 老马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老马呢？老马下岗了，现在小卖部是我的了。啊，那我不买了。别呀，今天新店开业搞活动，买一送一。还有这种操作？给我拿一包小桃子。哎，不对，拿2包。你还差5毛呢。你不说买一送一吗？这包是送的。对呀，是送的。现在小桃子1块钱一包。啊，这样啊，再给你5毛，走了。
小卖部开门了。老马，把你这边最贵的饮料给我拿过来。哎呀，小驴今天发财了呀！等一下，这儿给你拿，给拿去。哎呀，老板，给我拿个你们店里最贵的零食。那你就尝尝我们家的啤酒烤鸭吧，也是2块一盒。哎呀，太便宜了，给。大聪明，你吃点啥呀？老板，你这个小桃子咋卖的？小桃子呀，5毛一包。穷鬼，你买得起吗？瞧不起谁呢？老板，给你10块，吃点先，不用走了，小费小费。哎呀，土豪呀！哼，厉害！小驴，他骂你？好像也没有骂我呀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小螃蟹咋卖的？小螃蟹5毛。哎呀，太便宜了吧！那你说我该卖多少？最少得卖5块。5块？不可能卖出去啊！要能卖出去，小卖部我都送给你。这是你说的哈，给5块。哎呀，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大人说话要算数，你下场了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真晦气。哎呀，小卖部是我的了，想吃啥就吃啥。小卖部可多了，妞妞，给我吃一口呗。给你。啊，你这也太抠了吧，再给我一点。没有了，一边去。不错，还有这好事。哎，等一下，啊，你都吃的啥呀？怎么没见过呀？这是我家大厨师改的狗肉果冻，可好吃了，1块钱一包。给我尝一口。没有了，给我哪里跑？还跑吧？真的没有了，要不我请你吃别的吧。行，走。你看你要吃啥自己拿吧。我看看。哎，这不是你说那个狗肉果冻吗？好像是的。两位真有眼光，这是我刚进的新品果冻，可好吃了。老板，这大城市的果冻是不是很贵呀？不贵呀，1毛一包，你问大聪明，他刚刚买过。还有大聪明又骗我，我这不就想装个犊子吗？这样吧，这次我请你，这样你去喝够。哎呀，这还差不多。呀，真过瘾呀，走啦。小妹不开门了哈。